今天准备带萌新的时候，遇到个路人，一直是迷津世界。一进来就发现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哟，这是遇到皮小哥了呀，早有耳闻。等会儿的，你先别走，考验一下您的能力。来我这儿看看这个宝箱，你见过没？过来看看呗，别着急嘛。 还挺有两下子。慢点吧。原神里你都可以搞推销，那我打队友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还是来我这回抠血吧，不然我秒你太快。 我得再撑一会儿。今天遇到一个萌新，你还需要帮忙不？他说认识我，还让我坑坑他。不是吧？粉丝现在都有这癖好了？我不坑萌新的。客人的事儿我不干了，我带你去看看好东西吧。 看到没？这儿藏有很多小猫，我还能把它们弄水里。其实可不关键，有没有认真工作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喜欢坑是吧？ 那就满足你。好真，好真。刚遇到个萌新，他问我这个白发大叔强不强？白发大叔，别问，你坐下看我表演就是了。看我用龙王给你滋个宝箱出来。明月水回味悠长，到期的时。 你不好奇宝箱怎么出来的吗？看来萌新都不知道原石活动。最近原神三周年有很多签到活动，比如小电视的7天签到活动，在小电视搜原神福利，看到这个活动没？点进去就可以看到签到活动了。每天签到一下就可以领40原石和若干奖励，不过只有150万份快的人才有。然后在搜索界面里搜原神生日会，还可以看到生日会直播，里面有很多优质的二创视频。 成功发布生日会视频，还可以瓜分现金奖励，这原石不就有了吗？最近又是龙王，又是胡桃，又是水神的，你原石背了多少呀？<笑>今天用胡桃带萌新，萌新问我血量这么低，不怕嗝屁吗？完全不慌，看好了，看到没？一个重击 BOSS 就没了。 给我奶一口，不用你给我奶，让我为你治疗，拜托了，别给我奶。你人还怪好嘞，你们用过胡桃吗？没原石，现在正好有活动，点击左下角进入 TapTap 下原神官服，出官方会赠送600原石，而且4.1新版本还有活动，有机会可以获得1000原石、机械键盘、原神周边奖励等。找不到活动就进入 TapTap 搜原神，点击专题活动页面，也可以参与。快去领取原石，把胡桃领回家吧！还有个半尼特，别逞强，交给我。等会儿你先别急着奶我，跟我来个地方，你用芭芭拉从这里往下跳，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。你跳了就知道了。有点没力气了。 你芭芭拉没了，神奇吧？纳维莱特这也太快乐了！纳维莱特有了吧？水上行走会吧？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喂鸽子，用纳维莱特炸鱼，用纳维莱特打怪。
你都这么叫了，我就不打你了吧。 Nice， 萌新是如何失去大佬的？今天带了个萌新，一进去就来了一句：“这么主动，我喜欢。”需要我干什么？打无相草？可以。你怎么打不完呢？ 你别打了，你用火打他干嘛？帮我一起打，那你人还怪好嘞。你没有别的角色了吗？没粉球？好吧，还是要打什么吗？找宝箱？可以。我记得这个地方有个宝箱的，顺序是啥来着？刚才去冥想了一下，现在知道怎么才了。你站在那不要动，让我一个人来。 你干嘛？还真是热情的小萌新呢。萌新这是给我表演了个左脚踩右脚上天吗？今天和59级的萌新联系，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：原神里谁飞得最高？那肯定是伞兵啊！万一啊，我不信。 来，你飞一个我看看。What? What the fuck? 怎么做到的？我们可以用万叶在任意地点失去风种子，然后传送到需要飞的地方，开捕风瓶。 切古风机起飞，使用古风机再起飞，万一开翼触发风种子再起飞，悬空过程还能开翼再起飞一次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以后天空岛你来上吧。